是两个，两个连在一起。啊，上面有很多的房客，然后看到长满很多的蕨类，啊，很好，上面有那个趴在树上叶子里面那个叫做抱树蕨，啊，如果它趴在石头上，我们叫它石头蕨。然后这边有叶子很长的那个嘛，叫做那个矮浆蕨，它就是各种不一样的蕨类。这墙没都没有。南方的建筑呢，它就是会有这种非常多的这种叫剪黏，剪下来黏上去叫剪黏，然后上面有龙有凤有什么的，然后基本上它上面的各种的那个装饰，无非就是显示神威，然后还有呢就是教化人民。好，那我们对神明就要有敬仰的心。那土地公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想说，是求。